很多农庄都会选择用色彩打造场景，但是色彩打造只是简单的涂颜色吗？千万不要小看了色彩搭配，色彩做好了是很好的场景景观。这两年很多项目利用色彩打造的网红场景在各个平台引爆，这种场景品牌传播价值大，而且同时满足颜值打卡场景的作用，吸引很多爱美小姐姐前来打卡。除此之外，更是弥补农庄冬季色彩不够丰富的很好举措。